自从卢彦勋为台湾的网坛写下了辉煌战绩之后，台湾也掀起了网球热。不过如果对网球一窍不通该怎么办呢？好像有这款网球大满贯二，保证让你从网球大咖变成网球王子哦。大家一起动起来吧。台湾能在国际体坛闯出名号的球类运动不多，除了棒球、高尔夫球之外，网球也应该上得了台面。尤其是台湾网球名将卢彦勋在国际网坛一战成名，更带动了台湾的网球热。而美商易电所推出以温布敦、法国、美国、澳洲四大公开赛作为主要舞台的网球游戏《网球大满贯二》。预定将会在2012年春天推出，甚至 PS3 版将会对应 PlayStation Move 动态控制器。游戏内除了收录多位世界知名球星，包含费德勒、莎拉波娃、威廉斯姐妹等等，而借由主机硬体功能也大幅提升了游戏的画质，并且将选手们的动作表现得更加细腻。玩家可以在游戏内与这些选手们互相较劲，看看究竟是谁技高一筹哦。